三胞胎如今早就适应了上书房的读书生涯，洪深和洪峰让老师很长脸，洪立则让老师的一帮兄弟谈官相庆。老石终于有个像他的儿子了。而老石和蒙古人组建的船队，果然在马六甲海峡被荷兰人给拦了回来。要不是船上火力威猛，一船的货物早被荷兰人给抢去了。 消息传来之后，蒙古人很是愤怒，纷纷的上折子，请康熙允许他们带兵去剿灭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荷兰人。康熙自然是安抚了一番，然后表示朝廷会帮大家出头的。吕宋的水师可不是吃干饭的，这任务啊就交给了他们。当然了，康熙也没有给吕宋水师下达死命令。 当初同意老石拉着一帮蒙古人搞海运，就是为了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羊毛的身上转移出来，可不是真的想让漠南蒙古一起发家致富。要真是这样的话，何必舍近求远呢？直接从他们那儿进羊毛就是了。老石见康熙没有叫他回去带队，便写信告诉齐木格，带着安安回来。 于是，与老石分别了整整一年的齐木格，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看着城门口伸长脖子张望的老石和四个儿子，齐木格不由得湿了眼眶。一家人相见，自然分外的高兴。三胞胎挤掉了老石，率先的爬上了齐木格和安安的马车。老石还没有开吼呢，就听到三胞胎叽叽喳喳的告状了。愤怒之下， 索性踩上了马车的踏板，准备将头伸进去直接逮人，不想老石踩的动作幅度太大了，而三胞胎恰好又挤在了那一边，于是马车华丽丽的侧翻了。正在一旁寒暄的红轩和洪正愣了一秒钟之后，才反应过来，赶紧的冲过去救人。于是齐木格还没有进城呢，便狼狈了。 当晚，齐木格和老石小别胜新婚之后，开始抱怨了：“哎呀，你叫我名儿怎么去见太后啊？太丢人了，肯定整个京城都传开了。”老石乐呵呵的笑着：“嗨，没事儿，那说明爷啊勇猛。”齐木格摸着老石的脸说道：“也是，他们想翻马车也得有那本事才行啊。嘿，反正见着爷了，其他的我才懒得管呢、啊。” 老师一翻身，又将齐木格压在了身下。就是就是，好容易见着你了，其他的事情也懒得管了。呵呵一晚上，老师和齐木格都没有睡，儿童不宜的事儿做了不少，但也见缝插针的说了些正经事儿，让齐木格的心一下子跌落了不少。齐木格倒不介意，老师前面的道路布满了荆棘。 反正老石的未来是怎样的，齐木格早就知晓了，影响不到齐木格的情绪。让齐木格担忧的是，老石告诉齐木格，康熙快给洪轩指婚了。洪轩这两天呐，明显的有心事。第二天一早，老石顶着两个黑眼圈上班了。齐木格一觉睡到中午，起床之后洗漱完毕，才知道三胞胎今天冠冕堂皇的逃课了。 正忙着给安安显摆他这一年的各种赏赐呢，齐木格也没说他们不就是逃一天的课吗？谁还没有小时候啊？和孩子们斗了一会儿，齐木格也没有去看府里的账册，而是叫人去户部将红轩找回来。儿子最重要啊！红轩还是笑得很灿烂，没有一点不妥的样子。 恍惚间，齐木格怀疑老师是不是弄错了呀？不过基于对老师的相信，齐木格还是直接的问道：“你花马法要给你指婚了？”红轩一下子不笑了，有些落寞的点了点头。齐木格叹了口气：“红轩呢，还没满十四岁呢，竟然都要说媳妇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不过齐木格也知道，自己没法让红轩拖到十八岁。 如果是以前呢、啊，齐木格肯定这么搞，弄个算命的告诉康熙说红轩不宜早娶。可是如今，虽然知道老师在做无谓的斗争，但是齐木格也不愿意给老师设置障碍。娶就娶吧，到时候看能不能想个法子不让他们圆房。见红轩也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齐木格便试探地问道：“知道是哪家的闺女吗？” 你阿玛昨儿没有跟我细说呀？红轩小声的说道：“希塔拉是假的。”七木格摸了摸脑袋，这个姓氏好像不出名啊，反正自己没怎么听过。于是七木格便想左了。红轩是不是他们家门第不高，你不高兴啊？七木格以为红轩呢，从康熙此举看出来，老实于大魏无望，因而沮丧。 红贤苦笑了一下，额娘，他阿玛是副都统、内大臣，先祖宣皇后就是他们家的，也算是亲贵了。七木哥不大清楚这个皇后是谁，有些困惑。红贤解释道：“嗯，太祖的生母。”七木哥哦了一声，问道：“你是不是不喜欢他家的闺女啊？”没见过。七木哥想了想。 那额娘想法子让你见一见，要是不喜欢，咱们就想办法。额娘不必了。齐木格看着红轩，有些不可置信：难道红轩早恋了吗？红轩啊，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红轩没做声。齐木格拉住了他的手：难道你连额娘也要瞒吗？红轩想了一会儿，鼓起了勇气，告诉齐木格：额娘。 我想和你说件事儿，您可别生气啊。齐木格坐直了身子，点头保证。于是洪轩便告诉齐木格，查干巴拉来京的时候，找了个机会，含蓄地告诉老师和洪轩，齐木格的大哥有意让托亚给洪轩当媳妇儿。在老师还没有开口前，查干巴拉就说了，知道洪轩的婚事得由宫里做主，他们不急。 托娅呢，可以多留几年，等日后有机会再说。反正有其木格罩着，名分都是浮云。阿巴该布是想赌一把，反正呢也没有什么损失。将托娅留到十八岁，康熙十有八九早就撒手西归了。若老实继位，那么托娅自然能嫁给红宣当个侧福晋，日后呢当个贵妃呀、啊，那也是有可能的。 没准儿呢，还能当皇后呢。如果老师失败了，托娅再嫁给他人就是了。反正大家当初又没有说死，只是说有机会。老师压根儿就没有瞅红轩的眼神儿，就直接给否决了。老师说的很直率：托娅的身份高，又是齐木格的外甥女儿，若日后给红轩当侧室，让正室如何自处？老师可不希望红轩家犬不宁。 见查干巴拉有些讪讪，老十也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三哥，你回去转告大哥，我阿巴该部的女婿这一辈子都改不了了。你没出过痘，还亲自的送齐木格进京与我完婚，这个情啊，我和齐木格一直都记着呢。等送走了红脸的查干巴拉后，老十还不忘问红轩：“你喜欢托娅那个丫头不？如果喜欢的话。” 他们想法子让你娶她为正妻，红轩忙摇头，表示自己与托娅之间只是单纯的表哥表妹，纯洁着呢。这事儿啊，老师在信里给七木哥提过，七木哥当时还独自的郁闷了一会儿呢。没想到自己大哥变得这么功利了，当初可是口口声声说要给自己这个妹妹做主的，如今却拿着女儿的幸福不当一回事儿。 难道位置不一样了，这人就必须得变吗？自己阿布怎么就没有这样呢？如今听红轩提起齐木格，依旧叹了口气，但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你喜欢托亚？”红轩忙摇头：“不是，我只是觉得舅舅们这个法子其实挺好的。”说完，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齐木格，求证道：“额娘。” 你说是吧？那你告诉额娘你喜欢谁呀、啊？看有没有法子去求来。齐木格不喜欢这个方法，很明显，这样会害了两个女人，而红轩呢，以后的日子怕也不好过了。额娘，不可能的。红轩，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红轩还是想了想，说道：“嗯，那人急呢。 如果康熙有意传位给老十，那么绝对不会再给洪轩指一门蒙古贵亲。蒙古女人掌管大清后宫的时代，早就在康熙的手中终结了。如果康熙不打算立老十为储，洪轩也娶不到那人吉娜。老十在蒙古的威望早就如日中天了，康熙绝对不会再让老十在蒙古多一个助力的。 因为这不论是对未来的新君，还是老十一家，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红轩笃定自己呀、啊，绝对娶不到蒙古女人，更不要说科尔沁的那人吉娜了。齐哥听了，也知道这事儿啊，好像的确是不大可能。但是想了想，有些疑惑地问道：“哎，以前没见你喜欢他呀？” 是啊，我也不知道喜欢他什么。其实我最讨厌他是小性子了，他还偏偏没事的就要耍脾气。可是，嗯，可是，齐木格又详细的问了问，才知道，由于太后有意无意的放纵，红轩回回来慈宁宫必定能和早该避嫌的那人吉娜说上两句话。这日子久了，更是日久生情了。 在齐木格回京后的第三天，如果在京城随便的逮一个人问是谁最会惹事儿，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说十阿哥府的蒙古福晋，而剩下百分之一的会说阿巴该家的女儿。于是九阿哥愤怒了：怎么蒙古福晋一回来就不消停呢？这一年里，老十在忙着打基础，九阿哥也没闲着。 被康熙派到广州去搞洋人大炮寄存服务，洋人的意见很大。九阿哥呢，在广州待了差不多将近一年了，才将洋人的寄炮费收到手。本来呀，是可以在广州多待二十多天的，等着和秦母阁一行人会合的。但是九阿哥一想到洪正成了被子，心里就分外的不痛快，拍拍屁股自己先走了。父子两状元。 那是骄傲，父子俩辈子当儿子是骄傲，这当爹的可是那脸呐、啊、丢大发了。所以自认为失了颜面的九阿哥回京也没有和老十到京城门口去接儿子，而是端坐在府里的太师椅上，很是矜傲的等着洪轩过来见礼。不想洪轩还没回府呢，就听人汇报说老十和三胞胎将马车给弄翻了。 虽然汇报的人将责任都归于老师和三胞胎，但是护短的九阿哥却将账记在了七木格的身上。不过，因为要忙着给弘正一个下马威，九阿哥没有跑去找老师唠嗑。不想蒙古福晋歇了一天又闹事儿了，九阿哥出离愤怒了，没去宗人府探望被关押的老师。 也没去乾清宫和在那儿跪着求情的洪轩一起努力将老师从牢里捞出来，而是直接冲到老师的府里找始作俑者算账去了。齐木格正在和安安给老师收拾衣裳呢，准备待会儿送去。听得九阿哥上门，只好吩咐安安继续，自己则跑到前院招待客人。不想齐木格一露面，九阿哥就吼道：“师弟们，你长不长脑子？” 齐木格没有想到九阿哥会来个狮子吼，给吓了一跳，脸都给吓白了。不过心里却对九阿哥恼不起来，上哪找这么护着老师的哥哥呀？齐木格悄悄地吐了一口气，平缓了一下气息，才平静地说道：“九哥，你别生气。”九阿哥愤怒的指着齐木格：“你、你、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就算你不知道，皇阿玛打算将西塔拉氏指给红轩，怎么能冒失的去求太后将纳仁吉娜指给你做儿媳妇呢？你有没有脑子？是的，齐木格今天借着给太后请安的机会，当着宫里的几个主位，请太后给红轩和纳仁吉娜指婚。太后笑得有些尴尬了，没承认，但也没拒绝，只是告诉齐木格一定会给红轩指个好媳妇儿。 不想齐木格却开玩笑的说道：“ <laughs> 我就看那个丫鬟对眼儿，太后啊，您老可一定得成全这一门亲事啊！您若是舍不得将那人吉娜指给红轩，那我就让红轩去当和尚去。”太后拍了拍齐木格的手，没有做声，语重心长地叹了口气。等齐木格请完安出宫了，康熙知道了这事儿，也很生气。 将老石叫到了乾清宫，狠狠的骂了一顿，说：“齐木格这个无知妇人如此的不懂规矩，老石难辞其咎。”不想老师却说道：“这事儿啊，他知道，正想找空给康熙汇报呢。呃，齐木格就是喜欢那家闺女，我有什么办法啊？总不能等红轩结了婚以后，他们婆媳在府里天天斗法吧？” 花嘛，我觉得那人现在还凑合，而且他也是蒙古人，对启木格的脾气。康熙一听更火大了，什么都不想说了，直接叫人将老师关到宗人府去了。老师一进宗人府，红轩便得了消息，赶紧的跑去找康熙。康熙看着红轩那声声的叹息呀、啊，真是不知道红轩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投胎到这个人家中。 洪轩长跪不起，请康熙大人大量，别和老师计较，还是请老师回府闭门思过吧。康熙没理这茬，只是告诉洪轩：“你的婚事，朕自有主张，亏不了你。至于你阿玛，别管他，关那几天就老实了。你赶紧办差去。”吧。不想洪轩却说道：“他不能当个不孝子。”那你就敢忤逆朕？ 红轩忙摇头，表示不敢。但毕竟老师是他的爹，又是为了他的婚事进的监牢，他这个当儿子的怎么能坐视不管呢？所以便在乾清宫和康熙耗上了。九阿哥知道后能不气吗？打破脑袋都没有想明白，这个蒙古福晋到底给老师灌了什么迷魂汤了，让老师跟着他出昏招。九阿哥觉得。 根子啊，在齐木格身上，骂老师不管用，所以呢，直接找上门来教训这个糊涂透顶的弟妹了。其实这事儿，齐木格还真是经过了几多思量的。齐木格对早恋是完全不感冒的，而且说实在的，齐木格也不认为红轩和那人吉娜小小的年纪能多情深异常，又不是琼瑶小说，现实毕竟是残酷的。 有几个初恋修成正果的，更何况早恋，了不起就是几十年后颇有感触的说一声：“嗨，当时年纪小，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可是听了红轩前前后后讲完，齐木格不敢掉以轻心了。红轩至少当下的确对那人吉娜恋上了。红轩告诉齐木格，去宫里求完全没有用。 没准儿啊，还会让康熙火速的给那人金娜指婚呢、啊。去年皇阿玛知道我和萨春还在通信的时候，转身就将萨春指给了科尔沁一个小贝勒。齐木格觉得这康熙也太如临大敌了吧？萨春才和红轩见过几次面儿啊？就凭鸿雁传书，两个小孩儿就能心心相印了吗？真不知道康熙脑袋是怎么想的。 以为人人都是大情圣啊！见齐木格一脸的不可思议，红轩低声的解释道：“其实，如果萨春也在京里，我大概会喜欢上他吧。我觉得和他挺谈得来的。黄毛发怕是有所察觉了。”齐木格一听，便想提醒红轩：“也许啊，他只是习惯了那人吉娜的存在，并不是喜欢他。”就听红轩继续说道。 有太后在，皇玛法应该会有顾忌的。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心，所以有意的减少了和那人吉娜的接触。前段时间他也没有多想，每次呢都找机会缠着我，不是给我剥好的花生，就是给我砸好的核桃，说我在户部办差费脑子。听嬷嬷们说，这两个东西补脑子。这两天怕是也听到了风声，我去慈宁宫，他都不露面了。 昨天我逮着机会见着他，发现他的整个脸都全尖了，看了我一眼就将头低下了。我瞧得清清楚楚，一颗豆大的眼泪落在地上，弄得我难受死了。齐木格摸了摸红轩的头，红轩，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就去求太后，求你皇玛法。呃，不行，额娘。